都哑巴了，把请的臣子们，你们就眼睁睁的瞅着，让洋人欺负我吗？微臣无能，万死不能辞其咎。奴才无能，万死不能辞其咎。你们死有什么用？我要洋人死！向洋鬼子宣战，打！向洋鬼子宣战，打！洋鬼子无理，而且无耻，我一让再让他到得寸进尺，今天倒要骑在我们大清的头上，是可忍，孰不可忍？甲午年间，面对日本一个罪儿小国，我大清败了。如今面对的是西洋十一个国家，开战。刚毅，你疯了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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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皇上累了，亲爸爸，下去。是。你们都起来吧。谢太后。太后，皇上的话奴才不以为然，难道因为怕打不过洋人就甘心受他们欺辱吗？刚大人说的对呀，此一时彼一时也，当初我们没有打赢倭寇那是当初的事，今天我们敢向十一国开战那是今天的事。且不说我大清陆军骁勇善战，就看我义和团民何止百万呐，人人同仇敌忾，个个义愤满腔，民气可用啊！民气可用，匪气不可用。义和团乱民而已，朝廷利用他们向各国开战，这是拿江山社稷、万方生灵当儿戏。你怎么这么说？徐大人，义和团人数虽众，但未受军事训练，他们手中只有刀剑，甚至只有锄头，让他们去和洋人打仗，只能白白送死。太后，这两个是卖国贼。刚大人，你不能血口喷人呐！不能打呀！不能听他们的！不杀洋鬼子，我们誓不为人。对，国家有难，匹夫有责。这个仗是打不得的呀！哎呀呀呀！我们就是要打垮他们！洋人有洋枪洋炮，我们是血肉之躯。杀死克林德的那个恩海带来了，带来了，后压在殿外等候太后发落。我就不信打不过他们，老百姓流离失所，无家可归呀、啊！把他带进来，这我大清军队团。
兵先日用兵。戴恩海，奴才叩见太后。松绑。你就是那个恩海。是。杀死德国人的是你。是。洋人都该杀。洋人很厉害的。这个朝堂上有很多人都怕他。你不怕吗？不怕，奴才没别的本事，就能杀洋人。说得好，洋人也不是那样了不得的。大沽口炮台一仗，不是打得洋人狼狈逃窜了吗？我本不想要洋人的命，此前还一直委驳重臣的意思，等待他们的改悔。可